屁的玩水才是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欢迎来到2016精英卡通全新亲子水上竞技节目碰发射。今天将会有四位队长分别带领五组家庭来迎战我们四款超燃游戏，决出四位小组冠军，进入最后的超刺激比拼碰发射。究竟今天拿走终极大奖的会是谁呢？酷爽玩水之旅马上开始，你们准备好了吗？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牧进口儿童牛奶独家冠名播出的全新亲子水上竞技节目碰发射。大家好，我是裁判八哥。大家好，我是100天练出马甲线的 A 队队长蜜蜂姐姐。哇哇，现在呢我们这是来到了 A 组的这个赛场上、是的，大家有收看我们的节目都知道我们的 A 组一直都是这么强壮，因为队长强壮。但是我今天带来了比我还要强的家庭。真的呀，所以呢我们就赶紧去认识一下咯。哈喽、我们 A 组的家庭给大家打个招呼，所有人举起你们手。你这两个选手看起来好像是混血儿。来、姐姐站过来。这个血是怎么混的呀？爸爸是美国人对不对？那这边这位美国人长得还很像，也还挺像中国人的呀。舅舅，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我喜欢游泳。哎呀，游泳啊！那我们今天比的是跑步呀。希望他们有很好的成绩。介绍一下自己。我叫张海月。水上运动最擅长的是？游泳。游泳最擅长的姿势是？蛙泳、自由泳、蝶泳、狗刨式。再加油好不好？这一关。比赛到底怎么比呢？我们来看一下比赛规则。浮板大战游戏规则，参赛家庭同时比赛，在浮垫上依次运送浮板到浮筒区域，然后家长拼接浮板搭出通道，并帮助宝贝爬过通道，摇响铃铛，最先摇铃的家庭获胜。准备，3、2、1，出发！加油啊，孩子们！哇哦！两块浮板是不行的。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2道和5道现在的速度是最快的。好，没有关系，我们的差距只有一点点。宝贝出发，记得拿一块，爸爸把一块拿回来。对，我们的父母可以帮忙拉住这个浮板。你看，这就是一不小心啊，两块粘在一起就一起下去了，耽误了很多时间。好，爸爸，你帮他打开一下。对，好，好，我们的大米呢，现在已经率先抵达了。他要自己在赛道上。好。现在四组家庭的这个家长都已经跳入池中进行最后一块的这个运输了。然而，小七的舅舅因为没有搞清楚规则，现在出发的明显慢了很多。四组家庭都已经。到达我们的浮桥了，完成下一个步骤。大米实在是长得太高了，所以跟他妈妈看起来就像姐妹一样。对啊，腿长手长。现在呢暂时领先的是大米，大米的妈妈，对，还有我们的张海月的爸爸。好，哎呦，那边又掉下去，两个宝贝都在第二块浮板上。海月相比之下他的体能已经强了很多，看到没有？但是大米这边已经拼完了。好，爸爸还差最后一个拼接的扣子。现在大米有妈妈的帮助，现在摇响了铃铛，摇响了铃铛，摇响了铃铛，恭喜！我妈妈表现得很好啊，真的很不容易，而且很累。我们本来是比较弱的，其他都是男家长，但是我们就是相信自己，今天超越了自我，超越了对手。哇，太激烈的比赛了，竟然有一个反超啊，这种情况我们非常希望可以看到，因为太刺激了，对不对？是的，那要恭喜我们的大米组。恭喜。只要参加到我们碰发射的每一组选手都可以获得由奥牧进口儿童牛奶提供的成长礼物，九阳铁釜电饭煲，铁釜烧饭就是香，要送给我们的大米。本轮比赛中，中美混血儿大米凭借着和妈妈的超强配合获得本组冠军，率先拿到了第一张挑战终极关卡的入场券。
接下来的泳圈大战中，五组家庭谁将获得晋级资格？马上进入比赛。好，你今天这么嘚瑟是怎么回事？我每天都很嘚瑟，因为一到了我地球，我就觉得我开心，我快乐，我嗨。雨辰，你作为队长，你不要老是在乎自己的表现，要在乎队员们的表现呀！来，我们的队员们跟着我一起表现一下，嗨一下！三、二、一，哇！你怎么当的队长？对不起，他可能是天气有点热，快点给他拉上来。你是热到了是吧？对，有点热，宝贝。来来来来，我给你拉上来哈。现在我基本上了解了，你们这些小队员一个个都迫不及待，都是喜欢游泳的主，并且啊，八哥是吧？你看我们已经进行了四期，我现在也是有一些经验了。我告诉你，有什么经验赶紧传授给他。我觉得啊，不光是戴上了泳圈之后，戴上泳圈之后，我们想要快速的到达终点，那真的是泳姿非常重要。对，一定要手脚并用，一定要很奇怪。啊，那相信呢，很多人呢现在看到这里一头雾水，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呢？我们要看一下本关的比赛规则。泳圈大战游戏规则，宝贝们同时跳入水中，套上泳圈游向对岸，与家长进行接力，再由家长套上泳圈完成一次往返，最先完成任务到达终点的家庭获胜。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没有？好，各位各位，三二一，出发。哇塞，宝宝们依次都跳入了水，并且蹦起了水花。现在开始套上游泳圈，现在呢，我已经听到这个爸爸们呢已经非常非常着急了，非常想加油啊！特别是五号赛道的爸爸，特别的嗨，说宝贝快游快，并且五号赛道的宝贝确实没有让爸爸失望，速度非常的快。五号就是充分理解了刚刚我们说过的那个要领啊，要领就是一定要奇怪。对，并且我对五号赛道的宝贝也是有一定了解，他名字叫做蒋正言。然后呢，他和爸爸生活中是特别爱游泳，并且他自泳和蛙泳都是游得非常的好的。哦，那天哪，这是泳池老司机啊！对，是有一定优势的。这是我们看到五号赛道跟三号赛道的爸爸都已经齐头并进了。好，接下来是爸爸之间的战争。哇塞，看谁游得快！快看谁游得快！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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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哎呀，二号池的小姑娘有一点点需要帮助的感觉啊！那但是她还是加油往前游，来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唱到水，唱到水，有点唱到水啊！哇，天哪！爸爸刚刚第一时间跳过来救了他。对，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看到我们。哇！我爸爸会超过他的，因为我爸爸天天练，天天教孩子，他不会比一个普通的爸爸弱的。一号赛道跟四号赛道的家长也开始出发了，游向终点去。是的，拿最后的两个游泳圈。好，我们五号赛道，你看，现在马上就已经要到达这个终点了。五号赛道跟三号赛道，快！看来平时爱游泳真的是会在比赛中获得一定的优势。好，恭喜五号赛道的爸爸，恭喜！好的，这第一啊，非常不容易，非常耗大的体力，而且这个动作啊，必须要很标准。能拿到第一，心里很激动，也很高兴。
长沙的蒋振廷和爸爸凭借着对泳圈良好的掌控和利用，中途反超，顺利地获得了挑战终极关卡捧发射的资格。所以呢，冠军家庭就可以获得由我们的九阳铁釜电饭煲赞助的九阳铁釜电饭煲一个。哎，在接下来号称最容易落水的车轮大战中，又将会是哪组家庭获得终极挑战资格呢？美丽的充满爱心的 C 池，哎呀，裁判吧呀，你少了一个词啊，浪漫啊，浪漫，哎，因为你看你今天又换成这个扇子，反正各种防暑降温装备你都有哈。裁判吧，你从 A 池和 B 池过来很辛苦很累吧？对对对，舒服舒服，旅途劳顿真是不容易啊。哎，先别扯这些没用的。没有，你到我们 C 队的时候就手下留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休息一会儿吧。快让我看看你的这些这池子里的孩子。我池子里的孩子都是个顶个厉害，今天来的都是陈塘关的小哪吒。来，我们给八哥挥挥手，耶！哎，你们好，你们好，小哪吒呀！因为我这个车轮战非常像风火轮，所以我希望他们就是像风火轮一样。好，好，那我要代表这个奥牧进口儿童牛奶，送给他们每人一份这个成长礼物，让他们回去呢，让哪吒带回去好了。哦，这么好啊，说两句就有礼物啊？那你再说两句呗。再说一句，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的比赛规则是怎样的。哦，车轮大战游戏规则。宝贝们进入车轮滚动前进，到达对岸后家长再进入车轮往返一周完成比赛，最先到达终点的家庭获胜。听我口令，三二一，出发，走吧。好，加油。迟疑了一下，哇，我们不管怎么样入水还是挺猛的。对，而且你看入水那一下，凭借惯性都已经很多人到了池子的中央。实在没想到的是，我们的安安居然已经先走到了中间。我跟你说，安安现在动作叫做鲤鱼打挺。安安，你千万别落水，不然你落水，我们的池子水估计得涨五米吧。安安现在动作非常的好，对，他凭借的一种就是刚被那个钓上岸的那个鱼的那个动作，挣扎的、那个、往前摇，对不对？对，往前摇了很远，很厉害哦。但是现在好像你们的二道上的孩子现在真的遇到了困难哦。唯一的一个女汉子，玄姨加油了啊！你是唯一的一个最美的女生，你是我们队最棒的女哪吒。你这一次选来的小朋友还真的都跟我们的轮子是不是处得非常好，现在马上就已经有小朋友到达了彼岸了，看到没有？没错，我们的三号江宏宇现在马上就要让爸爸拉上岸了。对，爸爸要想办法把宝宝拉上去。这时候这其实也是一个很难的事，是我们的亲子合作互动啊。好，好，哎，你看，我们现在一号也到了，许浩洋也到了，他是我们队今天的颜值担当。我们的颜值担当实力都这么高，你知道我们今天队里有多厉害吗？哎呀，这次的小选手真的是实力了得呀。哎，没错。我们现在三号江宏宇的爸爸已经回来了，现在是手脚并用啊，一边滚一边这个用手拨水，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往前走。轮子的方向好像出了点问题，现在轮子的方向一直处于旋转状态。好，加油了。哎，五道，我们五道的李俊熙，我们要想办法到轮子上面去。李俊熙，到轮子上面去。现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三号啊，三号池塘的爸爸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的返程阶段了。江宏宇爸爸加油！来，颜值担当，颜值担当的爸爸快点！快返程了，可以返回，可以返回了。现在返回，想办法换方向。好，现在基本上。小朋友都已经到了，到爸爸出发的时候了。但我们看到安安的爸爸好像这会儿有点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有点吃力呀、啊。安安的爸爸有能力把他拉上去吗？你看爸爸脱完手脱泳衣、这个动作虽然不是很美观，但是的确很有效啊。安安你自己也用点力气啊。俊杰想办法上岸。好，俊杰上去了，俊杰上去了。好，现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三号啊，三号池塘的爸爸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的返程阶段了。江宏宇爸爸加油！三道的选手已经成功的到达彼岸，完成了比赛。厉害，江宏宇爸爸厉害！为了这个小朋友的这个乐趣，他一直跟我喊加油，我就拼了命在搞，拼了命在摇，拼了命在爬，
怎么说呢？因为这个是不能让小孩子太失望。我觉得自己表现得非常棒，爸爸表现得也不错。现在心情怎么样呢？很开心。还想不想再来玩？想。其实呢，所有的选手都可以获得由奥牧送出的这个成长礼品。在状况百出的车轮大战中，来自于长沙的江宏宇家庭脱颖而出，顺利地获得了挑战终极关卡碰发射的资格。接下来我们的家庭又会有哪些精彩的表现呢？马上进入下轮比赛。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以后要播种太阳。你别播种太阳了，我跟你说，你们，我现在好不容易来到 B 组，刚从那边走到这边来，路上都快被太阳烤化了。如果你不喜欢，我们还有别的，我们一起耀眼耀太阳，不要耀太阳，我的家乡在希望的太阳上，那是田野上啊，田野是吧？怎么到你这边全是太阳？我听说我们的这些选手啊，都非常的有希望，就像太阳一样闪闪耀人。哦，我看一下，嗨。我们的 B 组的选手在哪里？你们都准备好了没有？好了，我们的 B 组都非常的有信心。的确如此了，那我们在这个 B 组的比赛到底是什么规则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搭桥大战游戏规则，参赛家庭同时比赛，家长用身体将池中方台连接成桥，宝贝从家长背上爬过，最先到达终点，完成指定任务的家庭获胜。三二一，开始！加油！好了，现在五组选手都已经出发。发现今天的选手都有点不紧不慢的。哎，我们今天是来玩的，没错，但是别忘了，我们赢了之后呢，会有奖品的啊。竞技啊，所以加快脚步。哎，已经有人开始喝牛奶了啊！好，开始了。赛道的彤彤，这边呢是宝贝开始先喝。宝贝能喝多少今天几岁留给爸爸啊！别问他问题，别影响他比赛，干嘛？人家在比赛呢，别影响他啊！哎，我是奥姆牛奶，虽然好喝吧，但是也不要喝太急啊。对，我们要慢慢的全部喝进肚子里才行。好，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人完成。恭喜我们的蒋晨夏明。恭喜我们的蒋晨夏明，恭喜。哇，一半个节目的优势获得我们这组的冠军。是的，想要成为快乐梦想家吗？快到寻龙和麦吉启蒙岛乐园来跟我们一起玩耍吧。好，经过四轮比赛后，我们的大米、江宏宇、蒋正廷、蒋成四组家庭最终进入到了决战之地碰发射。哪一组家庭能笑到最后，将5000元终极大奖收入囊中。终极挑战碰发射马上开始。奥牧进碰发射由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牧进口儿童牛奶独家冠名，感谢奥牧进口儿童牛奶提供的成长礼物。想当快乐梦想家，就去寻龙河麦吉启蒙岛乐园吧。经过四轮比赛后，我们的大米、江宏宇、蒋振廷、蒋成四组家庭最终进入到了决战之地碰发射。哪一组家庭能笑到最后，将5000元终极大奖收入囊中。终极挑战碰发射马上开始。的奥牧进口儿童牛奶独家冠名播出的碰发射，在这里呢要特别感谢由生娃养娃上蜜芽的蜜芽 APP 大力赞助的5000元购物券。生娃养娃上蜜芽，下载蜜芽 APP 满199立减100。哎，现在呢，我们身后的这个池子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向往的一个目标——碰发射最后关卡。
碰发射游戏规则，四个小组冠军将参与挑战终极关卡碰发射。宝贝在池中气垫就位，由自由落体的大力士弹射，弹射高度最高的将成为本期终极冠军。碰发射，你准备好了吗？好了，现在呢，终于是要碰发射了。大力士请准备，宝贝请准备，三二一，碰发射。哇哇哇，入水，现在变成米汤了。首先高度很高，手花很大，动作很漂亮，所以这个得分一定很好。妈妈觉得怎么样？大美在妈妈心中永远是最棒的。哦，哇哦，大美最棒。大米心情怎么样？感觉好玩吗？好玩。是蹦极刺激还是我们捧发射刺激？捧发射刺激。哇，太棒了呀！给了我们上分了。好，在这里呢，我要公布 A 队的成绩。是多少 ？A 队的成绩最终结果是6.2米。哇塞！6.2米这个成绩呢，其实真的算是非常不错的。哎，我们 B 队也不会输的。我们今天派出的是有号称那个深水炸弹之称的蒋晨，对不对？炸弹。解释一下，因为我们的从体型就可以看出来，绝对是一枚重磅炸弹。发现今天所以蒋晨看你的了，好不好？一起要长胖。好，走吧。好，欢迎 B 队的，加油啊！现在 B 组选手请准备，蒋晨加油。爸爸在看我们那蒋晨过去的那个船的时候，爸爸说了一句话啊，说我们的船都歪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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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都歪了。爸爸有这样黑孩子吗？是亲生爹爹。大米，你觉得不要一会儿上厕所吗？是还憋中的吧。这一次对，因为还有D队呢，你看D队。对啊，D队的今天个头也不小。D队。好，现在要看到的是我们 B 组的捧发射。大力士，请准备。宝贝，准备好，三、二、一，捧发射！哇！一个转体，哇，向前翻翻转一周半，来啦！哇，这一看就是个深水炸弹。怎么发射的时候，睁开眼睛从上面看下面，好恐怖啊！今天表现感觉特别满意，主要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周末啊。这次参加这个活动，通过是锻炼他自己的一个胆识。肉肉的蒋晨喷射的成绩能否超越大米的6.2米？而即将登场的两位宝贝江湖宇和蒋振廷又能否再创新高？不要走开，答案马上揭晓。奥牧进口发射，由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牧进口儿童牛奶独家冠名。感谢奥牧进口儿童牛奶提供的成长礼物，感谢九阳铁釜电饭煲奖品支持。九阳铁釜电饭煲，铁釜烧饭就是香。我告诉你，你捧的成绩是5.1米。哇塞，看到没有，你们不要否定他，他可以捧到非常高的高度。哇，前面有5点几的，有6点几的，爸爸紧不紧张？你觉得宝贝能捧多少？我不紧张。接下来要出战的就是我们的 C 组。哇塞 ，C 组要上了吗？小蜻蜓姐姐，哎，等，先不急，太迫不及待了哈。对，哎，我正在运神呢，他就已经走了。可见他有多想来捧发射试一下。对，让我们走一步。对，哎，别急呀、啊。好吧，既然你那么想要下去的话，那么我们 C 组队员现在可以准备了。大力士，请准备。宝贝，准备好，三、二、一，捧发射。哇，空中还张开了自己的双手哈、啊。
我们爸爸情不自禁把手机拿出来拍了。爸爸拿手机出来拍了。爸爸今天来就是为了拍这张照片的吧？没有，我要留下这个成长的过程嘛。他是比较勇敢的，很棒，是的，是的。所以这也是我们捧咖社可以带给大家的东西了。你下次，下次还要不要来？哦、还要来，因为这是他的第一次嘛，是吧？第一次呢总是会有一点困难，但是呢愈发后面胆子越来越大，就慢慢的成熟起来。裁判吧，你这么会说话、啊、我就觉得你很公正啊。不是，我是很欣赏他今天这个勇气的表现。这么欣赏，好的好的，那十米飞我们默数了吧。成绩的话呢我们一会儿再公布，因为现在我也不知道。对，留一个小悬念、啊、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关注到我们 D 组的小选手那里，看看他的表现如何。大力士请准备，宝贝请准备，宝贝加油，希望你飞得更高。哇，三二一，捧发射。哇，飞得更高。哇，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飞得更高。哇，宝贝不是一身的肥肉哦，大家看，这可是扎扎实实的肌肉练出来的。我的愿望以后也能成为一个大力士。那么现在呢，我们四组队员已经全部都比赛完毕了、嗯、到底最终谁可以获得终极大奖呢？走，我们一起去他上岸的地方等他一下就知道了。走喽，耶，太好了，现在呢就要到了最终的揭露成绩的时候了。是的，是什么成绩啊？好紧张，花落谁家。我们今天应该是种潜力选手，我觉得我们非常有可能。但我们的鱼也很棒啊。我跟你说，我现在心跳跳得非常的快。我们先来总结一下前面的成绩啊，我们 A 组的成绩是多少来着？是的，我们 A 组的成绩是6.2米。成绩是多少呢？5.1米。所以暂时我们最高分是6.2米，我们的成绩是8.3米，我们的是10米嘛，就这样冠军出来。好了好了，你们都是白领，好，你干嘛呀？那么想当冠军？那既然那么想当冠军，想知道成绩的话，我就先报你的成绩。哦，好，可以先报你队长。今天反，不要紧张，没关系，我马上就要告诉你，你的成绩是是什么 ？D 组的成绩是，成绩是多少？4.9米。哇！是的，那么我们有希望，我们有希望。我们 C 组的成绩是，我们 C 组的成绩是，要不要先喝口水？六，也是六，也是六，也是六。好，本节目到此结束，别急，第二个6.9米，恭喜，终于得了冠军了。是的，恭喜我们的 C 组成功逆袭，现在成为我们本场的冠军。哇，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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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对，他现在呢获得了由奥木提供的成长礼品，以及我们的九阳铁斧电饭煲，以及我们的生外亚王上蜜芽的蜜芽 APP 提供的5000元购物券，恭喜，全部都是你们的，赶紧去购物吧！太棒了！一想到有这么多奖品就好开心。那么呢在这里呢要感谢我们的由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牧进口儿童牛奶独家冠名播出的捧发社，谢谢大家的观看，谢谢。是的，要谢谢我们的大米，还有大米妈妈，还有我们其他所有队员的参与，还有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哥哥辛苦了，辛苦了。是的，屏幕那一端的你，如果也想到我们的现场来捧发射的话呢，赶紧通过屏幕下方的报名方式进行报名。是的，如果呢你们也想拿冠军的话呢，记得可以加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就有可能报名参加节目，而且拿了精美的礼物。当然了，记得每周周一到周五晚7点锁定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我们捧发射在今年夏天最燃的节目当中等着你们。好，没错了，同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捧发射。